Hello， 咁就欢迎咁多位听众朋友翻到嚟今日国际大棋局嘅第二节。咁啊，进入节目之前咧，恳请大家按赞、订阅、比例、踊跃留言，亦都可以啊利用 QR 曲啊订阅啊其他各种方式支持我啊，同埋我哋嘅工作团队啦。咁啊喺度咧，即系同大家讲一讲啊，我哋最近咧系多咗好多唔同嘅短片噶，大家咧真系去睇下支持下。咁最紧要咧，你去将一啲意见讲出嚟话俾我哋知。咁中间呢我哋有啲唔同嘅 idea 呢，我哋好需要你哋去反映嘅，即係究竟啊你哋要啲乜嘢，你哋觉得入面有啲咩係做得唔好可以进步嘅，你如实同我讲。咁其实呢我亦都考虑緊呢，即係有一啲嘅听众呢，如果佢提出一啲嘅意见呢係好有建设性嘅，真係帮助到我哋係做得更加好呢，甚至乎我想啊，可能送少少嘅礼物啦，作为回馈啦，即系因为最紧要咧，其实系要啲听众咧去同我哋互动啊。其实我自己写报纸咧，啲读者咧都系嘅，好多时候会俾意见啦。咁系会写好多嘅卡啊、书信咧，系寄俾我嘅。咁我亦都系咧，即系去睇下睇下。咁其实，喂、哎，咁你写咗十年八年咁样，其实成件事咧，正正你见到嗰个嘅出品咧，就是一个集体的意识来的。咁呢样嘢呢我都好需要呢大家呢係一路帮我哋。呢、这个係紧要嘅。咁亦都好多谢啦，好多听众呢排多咗好多嘅来信。入面呢你话啊有一啲紧要嘅事呢，其实我哋都跟进緊。例如有位听众啦，咁因为佢係即係叫做要筹钱去医病。咁我呢即係收到晒嗰啲信息㗎，咁我亦都係有仔细去睇啦。咁我希望一样嘢啦，咁如果钱銀方面呢可以叫做话你同屋企人朋友呢去度住先。咁你筹钱去医病呢，咁你想我呢係帮你去买即係部分嘅一啲货品啦，跟住呢可以俾即係等你换返啲钱嗰啲呢。我諗呢个你要等我嚟到即係譬如香港啊，嗰啲咧，我可以叫做話啊，譬如請嗰人啊，點樣咧，去幫你再處理。因為咧，坦白講一句，你話隔空嘅如果而家即係你話對我嚟講，我哋個台嘅營運狀況，我係冇可能咧，即係叫匿埋眼，跟住去我自己私人再去攞一大嚿嘅錢講，即係講緊，跟住去同你買曬呢堆嘢，我仲要揾地方去放，咁我真係做唔到噶。咁你話即係成件事，我是真的有落时间去睇嘅，但系咧，即系我想听众明白，即系我哋嘅难处。其实我已经系好努力嘅去，即系叫做做好执好晒手尾之后咧，谂办法去做多啲。我亦都咧已经，如果见到我 Facebook 啊，见到我其他啲社交平台咧，其实我早前都系啊，喂，我系出嚟啦，即系请人啦，啊，睇下有冇人咁讲到明啊。譬如香港 office， 我哋请翻香港人。如果我哋第日喺第二度开，譬如在台灣開的哪裡開的請回當地人， 我一定會這樣做的。所以呢 我明白的，其實求助個案呢是很多的，都看不完的。我們的工作人員已經盡了力，是去幫手頂了八成的了，但是剩下有些好棘手的那些，希望你真的給時間我盡量去看看怎樣幫你們咯。因為其实真系好，我明嘅，嗰个情况系好艰辛嘅。咁希望啦，我成日都勉励大家啦，一定要攞出勇气啦，去面对而家呢个环境啦。好啦，今日大棋局第二节咧，咁会同大家讲咩咧？就系啦，讲一个情况，大家见到标题噶啦，真战狼外交问好啊？乜嘢叫战狼外交咧？讲紧嘅喂，系咪嗰啲赵立坚啊、华春莹啊嗰啲啊？甚至乎即上一代耿爽咁样出嚟秒嘴秒舌啊，串啲记者啊出嚟闹人啊，出嚟咧系即系摆出一副咧啊睇唔起人嘅样啊，好勇斗狠嘅样子啊，系咪嗰种叫战狼外交咧？其实嗰啲咧对我嘅睇法嚟讲咧，嗰班其实系演员嚟噶，即系佢只不过演绎呢个战狼外交嘅态度。但是战狼外交实际嗰个核心同埋嗰一个入面嘅内容呢，就唔係佢哋话事嘅。佢哋等于係面嗰阵淨係做个 show 㗎啫。咁去到中间乜嘢叫真正嘅战狼外交呢？咁就今日有两件事。第一，讲緊就係譬如话
中國而家咧係拒絕簽證俾日本同韓國嘅公民啦。個原因就係因為中國咧嘅人咧去到當地去旅遊啦，去點樣啦，俾人 check 到大量嘅人咧其實係陽性嘅，又或者佢冇如實申報。咁呢一個咧其實咧係一個外交抵制行為啊，佢哋即係稱為啦一個即係叫做話嗱，你唔俾我哋入嚟啊嘛，咁倒翻轉我杯葛你嚇，咁我要你難受咁樣。咁大家睇呢件事嘅時候咧，咁其實咧啊，要睇清楚嘅、哦。第一，佢後面係嘅含義係乜嘢咧？或者會唔會佢就有啲深層意義咧？第一，你話過嚟啊，譬如去中國，我啲會唔會係我要過嚟玩啊？我要過嚟搶藥，我要過嚟咧，好耐冇出過去旅行啦，跟住我要過嚟買乜買乜。其實咧，嗰啲客咧唔係呢啲客嚟。而家喺日本、韓國咧過嚟嘅人咧，其實有好多咧係商業性嘅，佢做生意啊，或者佢係因為工作嘅原因，各種啊真係有任務在身啊，即係講緊唔係講笑嗰啲咩國家級任務啊，唔係啊東方星嗰啲啊，係真正咧佢係有嘢要做先嚟嘅。你話啊旅客有冇咧？有嘅，探親有冇？有，但係唔係咁多咯。咁你去到而家呢一種層面，第一，我嘅睇法就係、是、國際上咧就冇得就即係去到話哦，因為咧我叫你啲人係要報清楚，我要你啲人咧係 check 清楚，跟住你覺得令我難受，所以我咧就要用翻呢類型嘅嘢嚟懲罰你。其實冇得咁懲罰噶，除非你係證明到哦，原來咧日本同韓國嚟嘅旅客有好多係有新年病毒株。佢本身咧，嗰啲人又係帶菌嘅，跟住佢喺韓國、日本，佢就咧做一啲假證明，證明佢冇事，實質嚟到咧，其實佢陽性嘅，咁你就可以同佢做對等嘅事啦。但係你話純粹以一個即係叫做話啦，細路哥咁樣拗氣啦，我點解唔妥你啊？因為我唔妥你，即係你用呢個態度咧，其實咧係擺上台咧就好唔好睇嘅。坦白講，作為一個即係大國啦嚇，亞洲第一國家咧。其实理论上就不应该去做这些事的。啊、但是、啊、你说哎咁战狼啊嘛，我哋战狼外交嘛，唔妥你咪唔倾咯，咁样是不是啊？嗱，背后呢其实是究竟是一个形象工程，定是实质要做一些真正的事呢？我的睇法就是昨日的节目我同 T 小姐讲过，好像在珠海有一间呢好多年前的叫做话好出名啊 ,Canon 啊，佳能啊，不是密实袋啊。是相机 ,printer, 做电脑嘢嗰个 Canon, 佢结束㗎嘛，跟住佢要搬去其他国家嘛。喂，佢喺珠海係几十年㗎呢啲厂。其实呢佢实质呢要打击嘅对象呢并唔係嗰啲话我要嚟中国抢药啊，我要嚟中国呢购物啊，买嘢食嘢啊，我嚟中国旅游，唔係嗰啲人啊。佢係打緊呢班人啊。即係嗰啲你喺中国度你觉得佢有咩问题？有咩问题？又话佢排华，又话反，又话排华，讲错咗，唔好意思。又话反日，又话佢咧，啲态度政策唔合理，又话啲人咧系刁民嚟嘅吓，咁啊又掟嘢又剩。其实咧，佢就惩罚呢班要走嘅人。咁好简单啫嘛，喂，我唔俾你入境，咁你有啲咩手续要做嘅？咁你咪拖咯，你咪做唔到咯。你有啲咩决定嘅？你咪要迟啲落咯。咁而我点解要惩罚你呢班人呢？第一，因为咧嗰个撤退情况系好劲啊！个情况就系、是，譬如东莞，譬如啲做玩具嘅，以前系点啊？喂，可能一间厂嗱，我举例啊，一架嗰啲铁皮车仔咧，即系你细路仔喺度玩嗰啲咧，出嚟卖可能190蚊咧，教啲车仔咧，其实以前系点啊？一间行系做壳，一间厂咧。是做嗰个颜色啊、喷色啊嗰啲处理，跟住可能仲有啲包装厂咧，佢做嗰啲纸盒啊，做嗰啲叫胶嘅出面嗰啲外壳啊。你净系一架车仔嘅程序咧，可能分咗三间厂嚟做嘅。咁而家个情况系点咧？之前经济唔好啊，可能三间厂瓜咗两间咯，咁就一间厂做晒，譬如话成个玩具做出嚟，连埋啤出嚟啊、上色啊。跟住蛇嗰时好兴噶嘛，中国啲女工啊，佢哋好劲噶，即系你手上嗰只可能成万蚊嗰只高达玩具咧，都系佢哋做出嚟嘅，但系佢哋时薪可能一个钟系得20蚊啊，
十几蚊嘅咋。咁跟住咧，你又揾个人啦、啊、即系而家科技进步啦、啊，睇住 QC 啦、啊，啲细项啲细位，喂，咪攞嗰啲3D 成形机啊咩嗰啲嚟去做咯、啊，上色都有噶，有3D 成形啊。咁如果大家唔明咧，其实日本啲大厂咧，讲紧你整嗰啲高达玩具嗰啲厂咧，佢系有埋嗰啲啤色嗰啲机嘅，佢直情系攞呢部机做自己做一个模型摆设。俾啲高達 fans 等佢知道佢手中嗰盒高達模型係點做出嚟嘅。咁講緊咧呢一啲咧，其實佢做金屬嘅咧，譬如啲車頂嗰啲咧，佢哋叫金具廠啊。金係黃金嘅金啊，具就係用具嗰具啊，係日文名詞嚟嘅。佢哋叫嗰堆金屬嘢叫金具。咁所以專係處理呢啲廠咧，金屬部件嘅廠叫金具廠。咁以前咧就係、是、一隻高達，譬如佢嘅手、佢條腰、佢只腳係金屬嘅。金具厂啤一个帽整咗出嚟，跟住交俾第二家厂上色、喷油、打蜡，跟住组装埋，跟住咧就第三间厂咧就做嗰个包装外盒同说明书咁上下啦。跟住去到最尾，咁要个 QC 嘛 ，QC 又过翻，譬如日本嗰度过嘅，咁你量大嘅话咧，就中国入面啲厂咧同你过埋 QC， 即系或者个总部啦。咁发展到后期咧，佢就一间厂做晒。咁跟住咧，去到而家咧，你發覺嗰啲即係一間廠做曬嗰啲咧，佢都做唔住喎。譬如限電啦，嗰啲疫情啦，提早叫啲人翻鄉下啦，嗰啲啦，跟住又 call 唔翻人嚟翻工啦。跟住去到咧，你冇嘢嘅時候又維持唔到，到你有單嘅時候又接唔切，所以佢哋要大量走啊。咁你話喂，中間係咪因為啊嗰啲反華啊？什麼我喺節目講過啦，著套和服出去都俾人打巴啊，跟住鬧你啊，話你呢個漢奸啊，跟住去訂嗰啲日本餐廳啊，見到啲日本玩具咧，要攞走佢啊，唔俾錢嘅。嗱呢一啲嘅反抗行為咧，民間嘅戰狼行為咧，係唔導致嗰間廠走嘅，因為佢做出嚟嘅嘢咧，坦白講，中國係咪一個大嘅地方銷售咧？係，但係咪嗰間廠做完跟住直接攞出嚟賣咧？其實就唔係嘅。中国嘅市场咧，你要买咧系点啊？佢一定会兜一个圈，嗰堆嘢可能登陆咗日本啊、台湾、新加坡、香港，再兜个圈翻嚟嘅。因为你会发觉一样嘢啊嘛，同一件东西，喂，你去到系咁，咁我上整个盒，全部写嘅繁体中文嘅，咁佢咪得咯？其实得噶，但系问题是卖唔到好价钱啊！啲人咧始终都系觉得啲玩具啊、收藏品咧。你是写日文啦、啊，写繁体的中文咧，佢就觉得那堆嘢咧，其实咧，就算佢明知喺呢度做嘅，佢都觉得咧系入面流翻入嚟。咁正因为呢个原因咧，所以大陆向来咧都有分嘅，譬如话水货啦，譬如行货啦，跟住仲有嗰种简体字行货嘅、哦。嗱 ，exactly 嘅，你见到就算一盒高达都好咧，佢有几个版本嘅。咁你话个价钱有冇一个好大差别咧？梗系有啦。喂，大佬真系日本回流翻嚟，或者香港回流翻嚟嘅个价钱系一个得以上噶嘛？跟住以至喂佢嗰啲所谓限定品，其实都系中国做噶，因为讲到尾啊，究竟而家仲有冇话纯日本制作咧？我坦白讲一句啊，你话嗰啲喂产量好少啊，什么只高达出面镀真金、镀真银嗰啲，佢拎出嚟所谓公开贩售都系嗰系。一千幾百隻嗰啲，咁梗係有可能日本真係 make in Japan 啦。所以你見到咧 ，Sony 電腦唔做之後咧，其實佢係成個總部翻日本，跟住而家嗰個啊 Sony 個電腦 VAIO， 佢獨立咗出嚟，佢唔掛 Sony 啊，即係呢個索尼最大滔天嘅牌頭啊。佢入面任何嘅元件、任何嘅底板、任何一件嘅零件，連嗰個 keyboard 啊，你撳落去嗰粒掣啊！佢都係 MIJ 啊嘛 ，Make in Japan 啊，佢寫明話俾你日本製嘅，跟住部電腦就賣天價啦。嗱，其實大家好清楚啊，嗰樣嘢就算中國 OEM 做出嚟，一定要行出行一個圈，跟住變翻咧，佢先至值錢嘅。你向來咧，佢做唔到嗰種係中國製做出嚟，中國內銷咁樣做唔到嘅。嗱，呢個咧就係嗰個咧根本化，因為坦白講，你行出去 Make in Japan。之後咧，其實啊，你 make in 嗰啲咩美國啊、UK 啊，甚至乎你話亞洲 make in Korea 韓國製嘅 ，make in Taiwan 啊台灣製嘅 ，make in Hong Kong 香港做嘅，個 brand 都遠高於咧 make in China 嘅，呢個係不爭嘅事實。咁所以咧，去到後屘你知道啲廠點運作咧，又知點解後屘佢要走啊？因為個原因就係、是、相繼側跟咧嗰啲輔助嘅廠咧倒閉咗之後咧。
其实你是有很多东西真的不是可以 one man band 做晒佢的。即例如你听紧的这条片国际大旗局，可不可以有文俊一个人录音，一个人做封面，一个人做剪接，一个人吞声，一个人呢做上埋个节目，叫一个人推广呢，是可以的。如果我只是做国际大旗局，而且我是没有任何工作牵挂，例如、哎、我真的乖乖地坐在一个、啊、无论是香港定澳门的录音室，其实澳门不得，因为澳门上载时间不得。假设、啊、我坐在工作室里面，跟住呢我是一个人煮晒，全日只是做这个台的事，咁就可以啦。咁如果唔係呢，一定係要有其他人合作㗎。如果唔係，点解你成日听我哋讲啊？譬如好简单，听众们啊，你哋收到嘅物资，咦唔係啊，文俊揸架车嚟拎俾你㗎喎、哦、係会啊，譬如啊，大家好熟嘅，譬如啊何山啦、啊、或者啊我哋、其他嘅、啊、有啲、即係工作人员啦、啊。佢嚟話俾你知啊，文俊嗰邊嘅，跟住有啲咩物資，佢同你對電話對成，跟住交到你手上。你香港嘅聽眾，你收到嘅物資都唔係啊 ，IT Jackie 親手拎俾你噶嘛，佢要做片噶嘛，係其他嘅人。跟住嚇，你啊國內嘅物資，你見到嗰個寄件人咧，好多時咧，譬如香港寄出，咁唔通文俊喺香港度寄呢份件咩？唔會噶，係咪？所以大家要了解，其實咧。啲廠嘅構成咧，後背後咧，嗰一種嘅、叫做話營生咧，嗰一個生態環境咧，就係、是、取決點解而家廠大量走。因為以前譬如你去到東莞，你生產嘅時候，入面嘅內容、你嘅包裝、所有東西，你可以喺東莞入面完成曬。跟住你外銷嘅時候咧，兜一個圈翻嚟，可以係好多地方，上海啊、北方啊，跟住意思喂落翻廣州。啲散貨場入面散貨，就賣翻出去咧，俾本地嘅商家或者啊嗰啲人咧，淘寶攞貨賣啊咩咩，你兜完個圈翻嚟咧，佢既同你做成條線嘅生產，又做到成條線嘅內銷，跟住外銷咧，佢就一步到位嘅，上貨櫃直接過去，跟住賣翻日本本土都係嘅，上貨櫃直接去東京。但係而家疫情之後咧，嗰、那個開工嘅不足啊，見到啲啊，琴日上嚟廣州 T 小姐。啲人出嚟反抗啦、暴亂啦，而家啲廠收唔到人工咩嗰啲，咁樣惡性落去咧，佢哋深知啊，嚟緊咧，哪怕喂我唔係做晶片，唔係做高科技嘢，唔係做電腦啊，我啤盒高達出嚟，啤架玩具車出嚟，都可能會受到好大嘅影響噶，所以佢哋痛定思痛咯，而家搬咗第二度噶，即係好簡單，你而家睇下馬來西亞有廠同你做高達噶。其实以前未试过的，以前我们间厂在哪里呢，他们不是马来西亚的，背脊其实他间厂是在越南的嘛，是在柬埔寨的嘛，其实不过你他不会印下去，因为他那堆东西呢，他生产出来他都是用了 OEM 半加工，即是不会直接出市场的部件送去中国度做 finishing， 所以其实呢现在出事呢是总坛出了事，咁歸根究底，我要揭止佢嘅。除咗你話喂要入面啊，提升翻啲工人啦、啊，叫做搞掂嗰啲啊所謂黑中介代理工人啊，點樣啊，廠內程序啊嗰啲嘢之外咧，實質上就唔好俾嗰班人咧咁快做一個決定，因為你話做生意人咧，佢一唔諗其他所有因素咧，就好簡單嘅啫。我即使以最快嘅手法出埋糧俾啲工人嗱。日本厂、韩国厂做嘢都系 Samsung， 你觉得佢中国冇厂咩？佢梗系有厂啦。你认为你买到嗰啲三星嗰啲电脑显示屏，800蚊一个、900蚊一个、1000蚊唔使嗰啲，喺韩国做出嚟嘅，韩国做完跟住韩国包装，跟住再寄嚟中国卖俾你，寄嚟香港卖俾你，梗系唔系啦。嗰堆嘢其实后面就 MIJ 唔系 MIC 啊，即系 Made in China。是不是咁你后面显示屏嗰啲好简单㗎嘛。你中国有咁多，其中譬如你话大嗰啲海信啊，好多嗰啲唔同做 mon 嗰啲啊，佢接好多 OEM 订单嘅。那个 OEM 订单唔一定係一定係佢可能个牌子 overseas 系海外嘅。但係事实上呢，你成个制作连埋加工就系东莞，就系广州做啊。咁所以咧，而家咧，你见到成个体系咧，佢点解要揭止咧？佢系等你，因为其实嗱，日本好，韩国好，啲厂啲管理层一定系翻日本人、韩国人，
佢就算佢请一个所谓厂长咧，请咩人啊？香港人咯、啊，佢唔会立乱噶，即系佢唔会话哦，我请个北京嘅清华大学毕业嘅，跟住同我做呢度嘅厂长，唔会啊，除非嗰个系中国品牌，佢一定用翻日本人、韩国人，尤其是日本人做嗰啲金属部件、啲金具啊嘅厂，一定佢连嗰个技术所谓技术总监个位啊，都系日本人嚟噶，佢唔会啊，你同我讲。喂，我呢个中国师傅好劲啊，打咗几耐铁噶？啊，呢嘢嘅事，我要睇我自己产品嘅质素，同埋维持我哋嗰个传统嘅制作。嗱、啊，呢样嘢咧就系、是、真真正正点解要咁样对你韩国、日本嘅原因啦、啊。其中一样嘢就系、是，因为我知道你哋而家想抽身掹落你后面嗰扎嘢啊嘛，系咪啊？喂，咁你话而家呢个科技，屌人唔到。凌空執咗咪算咯，咁就唔係嘅，因為好多嘢咧做生意嘅人唔到啊，真係好大鑊嘅，冇可能樣嘢都搖佢做到係做唔到嘅。如果你同我講好新嗰啲科技、資訊科技嘢，什麼 FTX 啊，什麼咩咩咩嗰啲可以做到嘅，新嗰批得咯。你話舊嘅傳統製作啊、OEM 啊，其實點解咁多嗰啲咩所謂啊出 trip 啊？喂，我喺日本，我飛去大陸間廠睇下啲成品點先啦。佢打個板，我要過去睇下點啊嗰啲，一定要噶。尤其是你做製作咧，即係講緊你做棵聖誕樹出嚟，喂佢打個板，啲樹葉係點嘅咧？嗰、那個掛住嗰個波係點嘅咧？棵聖誕樹喂做出嚟要要邊度發光，邊度會有啊音樂咁樣，全部嘢你一定要同間廠直接接洽㗎。你同佢摇佢咁做咧，攞唔到效果啊！同埋点解佢你话个我点解唔用中国嘅管工啊？因为中国人咧，佢喂大佬间厂唔系佢噶嘛，佢打份工，佢唔会真系咁落心同你谂清楚。喂，究竟你要嘅追求嘅精神啊、元素啊，你要嗰样风格系乜嘢咧？我点样去维系？佢根本就唔识，所以呢位系一定要揾翻佢哋自己人嘅。呢班人我唔俾你入嚟。直情系商务签证俾入嚟，其实瘫痪紧你。点解瘫痪你啊？因为咧，其实过咗新年之后咧，系咩回事先？咩环境先？如果再有啲优惠政策，跟住如果到时疫情再一次放宽，再乜嘢？甚至乎第日去到嘅放宽终极放宽咩？唔理啊！即系你话嗰阵时啲厂入面哦，几千人、过万人濑嘢，跟住点样？直唔理咯。你要生产你要钱的你照开工咯，哪怕你为你做那些苹果手机底板又好，你做下玩具的车顶又好，你做的高达手都好，一视同仁，我不理你做什么，但是呢我全部放宽给你，又或者很简单，喂我少抽你一些税啊，给回一些回馈啊，什么啊，那些所谓啊，即是叫车间啦，即是制作中心啦，他们跟住嗰啲咩防塵間啊，咩嗰啲，我 check 你 check 少啲啊，點樣啊？我放寬咗一啲吸引你以致流落嚟，但係點解而家呢一步要擋住你先咧？因為我都未有共識啊！點解未有共識啊？最高指導人啊，最偉大嗰位，佢都未有時間去理呢廠呢事，係咪啊？咁你唔同以前啊嘛，而家仲會唔會啊？有個温爺爺啊？有个朱镕基叔叔啊，系咪啊？甚至乎你话喂，会即系仲有呢一号嘅人物可以系拍板嘅，定夺到嘅。你咁做啊，你咁做啊，得噶啦，我会同老顶讲句噶啦，你放心啦，吓得噶啦，去马啦，冇人敢再讲呢句说话噶啦，而家系啊，即系冇，佢哋唔敢咁样揸仓啊。所以究竟要点咧？成件事，喂，嗰、那个譬如话碳排放又好，嗰啲都事小啊。啲厂cut你电啊！喂，突然之间成间厂冇电，成个区冇电，跟住你搵翻起机器点咧？要唔要限电咧？呢啲全部要等最伟大嗰个人拍板。同埋第二，佢唔知道情况。其实而家咧，大陆啲官佢一唔知道情况咧，佢就拖。所以咧，你会见到咧嚟紧呢一年咧，阿 T 小姐讲咗佢嘅悲观啦。个实际就系有好多事情，如果最伟大嘅人，佢只系一个人。有一样嘢，佢同全世界一样最公平嘅，佢一日都得咁多个钟头做嘢啫嘛，24个钟系咪？佢决定唔到嘅话咧，一拖落去咧，有啲嘢咧，佢直情系会啲人唔敢做，于是用各式嘅方法手段咧，瘫痪你先。咁你话嗱，会唔会有厂下一步系点啊？你照瘫痪我呢度啦，
跟住我间厂就丢空佢。我唔理你，我唔系搬呢间厂去，而我设立一间新嘅厂，第二度请人。总之呢度咧，唉、哎，或者你去到有一日你同我讲拉人封铺，成间厂你要吸咗佢嘅。哎，算啦，我作最坏打算啦，但系我都坚决要走。嗱，如果更加多嘅企业落定咗咧，就冇得掹嘅。呢、这个就系即将面临嘅真正嘅大镬嘅。第二件事，战狼外交咧又可以攞一件事咧拉埋嚟睇嘅。讲紧联合新闻网啊，呢、这个咧亦都系啲机构啦，即系好似 BBC 啊、路透啊，好似维嘉日报啊，新闻机构嚟嘅。咁佢哋咧有个个案啊，佢哋咧揭发咗啊，即系叫做中国海外警察，喂系有大量嘅欧洲咧，有大量中国嘅对外警局噶。之前咧，我同阿台长咧都讲过啊。咁佢而家揭发乜嘢咧？原来对外系大部分、绝大部分欧洲嘅国家咧，同埋地方都有嘅。例如佢会系用嗰啲即系叫做话咧乡亲会啦、同乡会啦。即以前咧，咪成日咪有个城市论坛咧，咪有个好似谢霆锋咁嘅戴副黑超好靓仔嘅，佢个名叫龙心噶嘛，一条龙个龙，跟住心脏个心啊，龙心咁样。佢话佢系呢个福清帮第二把交椅咁样，好出名啦，好似震撼全港啦，系嘛？真系有福清帮噶，佢咪就系呢一啲机构啊。跟住啊，之前台长讲过啦，喂，嚟而家餐厅入面滴你入去，你估请你食云吞面啊？吊起嚟扎棍啊嘛，系咪啊？咁我要成件事咧，你睇一翻个呢篇报道咧，好详细讲咗嘅。首先佢引用咗咧，喺好耐之前，好耐好耐之前，呢、這个公安部咧嘅阿头啊，入面嘅一啲说话啦，开宗明义，佢话一个逃犯咧就系等于一个风筝，佢个人喺国外啊，但系嗰条线咧就喺国内嘅，通过亲人咧就可以揾到佢噶啦。嗱，上海公安局局长啊，我应该唔系局长啦，高层啦、啊，个名字姓李嘅，佢话呢个警官咧喺2016年受传媒采访嘅时候，系直情咁讲嘅，当阵时执行咩啊？天网行动，咁、那个行动目的就系咧讲到明啊，官方说法噶，嗱呢样嘢系有，净系官方话俾你知啊，天网系咩行动咧？就系、是、要捉晒啲贪官同埋流亡海外嘅党员，哇！佢讲咗俾你知佢做乜噶？跟住咧，2016年啊，单单咧系上半年咧，佢哋已经捉咗差唔多400个人啦。喂，嗰样嘢咧，佢嘅主责系 report 俾边个啊？就系、是、我哋口中成日讲嘅中纪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咁跟住咧，西班牙有個人權組織咧，有三份重量級報告，其實最近嘅就係好仔細去研究佢入面呢個天網行動入面嘅人啊，同埋啲手法係點做嘅咧咁樣。咁跟住見到啦，聯合新聞網咧就將佢好詳細擺咗出嚟。嗱，我講得好清楚啊，呢件事咧嘅影響係好大嘅。一陣間我會講一樣嘢俾大家知。外国有冇呢啲啊所谓嘅监察组织咧？秘密警察咧一定有啦。由以前二战希特拉去到后期，譬如苏联啊嘅情况，再到而家，譬如讲到喂阿斯诺登啊，讲到嗰种话美国嘅政府后面啊，深层政府啊监视人民嘅，个个国家都有。同你讲，如果嗰啲国家系冇嘅咧，因为佢太细，个国家太细啊，佢根本系冇资源做呢啲事，又或者佢觉得唔使做，例如。大部分嘅人，哎，原来喺我度都系 hea 噶啦，咁啊，即系好简单，例如咩啊，不丹啊，即系例如嗰啲咩啊，挪威嗰啲咁啊，系嗰啲都系 hea 噶啦，系嘛？咁你话嗰啲发达国家吓，真正嘅大国咧，一定会有呢个咧叫做秘密警察嘅。咁我会啊，最尾会同大家讲下啦，其他国家嘅秘密警察同我哋伟大国家嘅秘密警察咧，个出发点同埋个用途系点样唔同法啦。咁而去到咧，亦都话俾你知，佢呢啲天网行动咧，好犀利嘅。自从啊最伟大嘅人上任之后咧，讲紧咧佢捉到嘅人咧，系以往嘅几倍几倍咁嚟增加噶。咁最简单，你一个人喺海外，咁点样叫佢翻嚟啊？点样捉到佢啊？
咁好簡單嘅，你唔使同佢傾㗎嘛，你捉佢啲佢重要嘅親戚朋友咪得囉。啊，我捉咗你個爸爸媽媽，我捉咗你個哥哥家 姐，我捉咗你啊個王子兄弟，捉咗你最 friend 嘅 friend， 嗰啲你對你好重要嘅人。跟住你唔想呢吓佢哋即係受到招啦，你又返嚟啦。咁你話以前嚟計，咁都要有人啊喺海外通知佢哋啊。咁以前呢就淨係秘密警察，真係秘密嘅。佢唔會流於表面㗎。佢做呢個信差嘅角色，佢同你講佢乜嘢都好，佢又唔會同你交代佢部門啊，唔會一走埋就同你講啊，嗱，我係邊度邊度嘅，我係咩嘅，唔會開張名義，我中幾位嘅吓，係咪啊，點樣點樣。即係而家出到去呢，嗰啲仲係去到邊都同你講我係國安嗰啲，拍戲先有㗎咋。國安已經係嗰個嘅部門呢，對外的嚴重性啊，處理的嘢嗰啲咧，而家係即係退步緊嘅，其實成個國安系統退化緊嘅。而家最勁嘅已經變咗咩啊？中紀委啊、統戰部啊、國家宣傳部嗰啲啊。咁結果呢啲部門咧出到去咧，咁去到慢慢發展到點啊？要有根據地啊，就係上次阿台長同我咧講過嗰啲啊，喺當地啦，可能有啲叫做話同鄉會啦，佢報道咗喎，西班牙都有嘅喎，喺西班牙咧即係講緊。喂，你话皇家马德里啊、巴塞罗那嗰啲咁嘅地方嗰啲都有噶，但系当地政府唔多会清楚噶，因为当地政府咧，其实嗰一种即系海外啊，尤其是你话华人聚居，以前都听过啦，唐人街啊、Chinatown 啊，度都有噶嘛，佢哋就觉得其实同嗰堆嘢以前嗰堆叫做移民过嚟嘅华籍嘅移民嘅地方组织，咪又系嗰啲嘢，跟住咧。觉得个情况咪又系嗰堆人，佢哋唔知道呢以前呢环组织呢，例如你睇戏中华英雄，阿华英雄嗰时候去到啊嗰啲嘅地方啊sorry 啊，其实当阵时呢啲组织呢后面系咪啊有政府干预有嘅，但系咪严重到去到直情入面运作嗰啲人啊都系政府派嚟嘅人呢，以前可能有都唔系咁多，而家系话俾你知，成个堂口、成个组织、成个地方，全部嗰啲人就系 exactly 就系我头先讲到嗰啲部门直属嗰啲人嘅。咁嗰啲人嘅，你话其实嗰啲人嚟到冇潜移默化，感受到个外国嘅风气啊，跟住变咗做啊巴塞罗那西班牙人啊，变咗做英国人啊、美国人嗰啲，系唔会噶。点解咧？嗰啲全部系千挑万选噶，佢嘅老婆仔乸系咪啊？佢家爷仔乸，佢老豆，佢妈咪，喂，佢啲好重要嘅人，佢又唔会出嚟噶嘛？咁变上一句，喂，而家即系好坦白讲，喂，你同我讲啊，你唔好批评政府啦，唔好再咩不满啊，讲啲风花雪噶啦咁样。喂，呢个电话你同我讲，咁我可能我唔会理你嘅。但问题喂，你捉住我契爷，你叫佢同我讲。你捉住一啲好重要嘅人，譬如台长啊咁啊嗰啲，你叫佢过嚟同我讲，咁件事唔同咗啊。咁更甚者，其实呢啲人咧就唔会叛变嘅，因为点解咧？其实刚柔并济嘅，喂呢啲你出去代表国家、维持国家尊严，出去做呢啲真实战狼，同埋去管理统治，去为国家画镬嗰啲啊贪官啊乜嘢，佢有种荣誉感噶嘛。嗱，你唔好讲笑啊，你话吓？荣誉感是真的，即是那些呢，尤其是现在国内那些退伍军人那些呢，他们成日都见到不停宣传啦，又说那些老兵怎样啦，那你觉得有很多东西，其实有些东西吹大了的，是吧？即是有个老兵，即是近日过身的，他说他生平 打死了四五百个，即是美国士兵，击落这个战机一架，中枪呢，肥到啊，哇，内脏流晒出来都死不去。咁你话入面几多成真呢？坦白讲，根据佢嘅过往即系一个战力咧，呢个人系唔会渣过美国队长噶，你明唔明啊？其实呢个超级英雄嚟噶嘛。咁个重点就系、是，官方要宣传啊嘛。咁究竟有几多成真呢？唔会有人理嘅，一直就喺度传，喺度传，传咗几十年，拍啲电影嗰啲向你致敬，点样点样。只要你当事人唔讲嘢咧，美国队长嘅传说咧就会变成真噶啦，吓、啊。咁跟住咧。啲人啲士兵嗰啲啊，好嘢！咁啊，而家保家卫国，佢哋做啲乜嘢都觉得系保家卫国。其实咧，系严重利用咗佢哋嗰个人类嘅先天嗰个保家卫国嘅爱国心咧，
去做住一啲咧，你係實質上係一啲侵略嘅行為。因為點解咁講咧？咁大家又睇埋呢篇報道啊，聯合新聞網好大鑊嘅喎。咁啊，出於咧咁啊啊非自愿嘅方法啦，騷擾、恐嚇、誘捕、綁架，跟住咧仲有不斷抽絲剝繭。咁啊，跟住咧亦都 cover 得好好嘅，例如我哋講過啦，喂，餐廳後面即係好似睇戲嗰啲咁啊。喂，入到去可能餐厅或者可能有间古董店，跟住哦，原来咧佢后面仲系成个咁嘅分局诶，摆后面嘅，你一般人入唔到去嘅，一般嘅差人你去到门口咧，你会觉得冇问题嘅。跟住佢而家去到嗰种唔系纯地下土色啦嘛，佢净出嚟话俾你知啊嘛，以至你见到封面我哋张相啦嘛，系嘛？喺外国地方净着晒成套中国制服，喂，成个系中国警察咁样，唔止一度噶喎。喂，系咪净系西班牙咧？唔系噶。你讲紧加拿大啊、澳洲都有噶，原来喂去到咁明目张胆噶，咁啊最少系已经53个国家咧设立102个海外警署，警署入面工作嘅人员会话俾你知，哎呀我系特工啊，我系咩，唔会净话自己系警察，跟住咧就话提供海外侨民服务噶，喂有呢个警桥驿站啦，跟住另外呢、這个海外服务站啦。所有嗰啲咁嘅，哇！一切嗰啲名字，你会，喂大佬，佢唔系建立一个叫做话系民间组织嘅，呢个殖民地组织嚟噶，你明唔明啊？咁跟住咧，去到后面唔使讲啦，咁因为后面咧就其实系唔止系支援噶啦，其实佢主导紧嘅后面。咁而咧加拿大嘅案例咧就系咧，喂，其实呢度啊，嗰一个嘅负责人咧，统战人咧，其实就系嚟自呢啲国内重要部门噶嘛。咁跟住咧就係、是、其實而家咧投入咗大量嘅資金人力咧，係由零開始去設立嘅。跟住你而家見到嘅嘢，你而家發現到咧，因為佢已經係滲透到入去社區，好似你種一棵樹苗咁樣，佢變咗棵樹啦。跟住啲根咧就搲曬落去咧地底幾十米嘅，好深嘅。咁你係直情你稱唔到佢嘅，尤其以前咧，其實未發生嗰啲即係見到嗰啲戰狼事件之前咧。根本佢哋漠视咗佢嘅存在，政府系唔知噶，即系外国政府其实唔清楚，一直都以为佢同乡会闩埋门系打麻雀噶咋，唔知道件事系发生到咁嘅。以前海外对最大嘅组织咧，华人嘅系乜嘢咧？系黑社会，所以你以前成日听到嗰啲，譬如荷兰啊、边度啊，啲华人黑帮啊，甚至乎九几年啦、啊，你睇呢个古惑仔啊、蒋山啊，喺呢个荷兰俾人冧档啊。跟住入面啊，喂，有啲咩什么吓？有啲著名嘅江湖大哥话俾你知啊，以前我做码头孤呢嘅，跟住着草去咗呢度，就话掘金又乜？啲华人团结起嚟咧，就成为黑帮啦咁样。而家改变晒成个嘅架构，甚至乎佢话俾你知，匈牙利、布斯达佩斯入面都有呢个海外警察局噶。匈牙利政府是完全不知道的，直至即是这一班的人去研究之后，去政府话返俾政府知，喂你入面有当咁嘅嘢。跟住佢就会点呀吓吓，原来啲嘢嚟㗎咁样。咁呢件事呢讲緊呢係有啲咩政府係唔知㗎呢，希臘唔知原来佢有㗎喎。跟住呢意大利又唔知原来佢有㗎喎。所以成件事呢你睇到，尤其是西班牙咧有几多个咧？佢话俾你知，西班牙有九个呢中国警署，九个唔系一个，法国有四个。嗱呢样嘢咧就好大镬噶。如果佢哋揸正嚟做咧，呢个系国家级层面嘅。你照常你当地系居民，系移民过嚟嘅，攞咗我法国、意大利身份证，去组织啲地方组织，话明地方组织，佢应该系属于地方同埋我嘅地方组织噶嘛。不是这样差的手埋来的嘛。第二属于你的那些叫什么领事馆。你领事馆的人我无权过问，领事馆的地方是属于你国家领土来的。所以你有高度的自治决定权，甚至乎你可以是有自己在驻守的防疫人，即是防卫人员，防疫讲错了。你揸枪几门口都可以的，是吧，不理你的。但是这样东西是过分了咯。例如你在意大利是有三个的呢啲，嗱咁去到咧咁多呢啲咁嘅警察局咧，咁啊新闻就话俾你知啦，呢个就反映出欧洲国家咧对于即系嗰个中共啊
的制度呢是完全不理解的，亦都对近代呢，即是讲近代啊，指这个啊伟大领袖呢，他做的事情呢是轻视的，忽略的，他不知道原来他下面的人是这么犀利，已经布局到这样的。那而呢可以看到的，其实呢他几时开始呢就不停地派晒这么多，咦，这么多海外警察点出去的，其实是透过旅游旺季光明正大，咁直情呢佢派啲人係以旅游啊各类型嘅形式跑出去，到步就会自动向呢中国警局、海外警局报道。跟住甚至乎你见到㗎，佢会喺嗰啲叫做啊啲华人差啦摊嗰啲啦喺度巡逻㗎。喂，你发觉最大嘅最恐怖系咩？其实以前嗰种海外啲华人啲孤立啊组成黑社会嗰啲冇㗎啦，而家梗係啦，有正当嘅警察去保护你㗎嘛，咁样。不过那些警察不是你当地那些鬼佬警察，当然是我们伟大国家的警察啦，大佬。嗱，咁啊呢件事呢已经是搞到呢早排啦，荷兰总统、加拿大总理，跟住呢喺嗰个印尼呢嗰、那个 G20 嗰个峰会度呢当面质问我哋最伟大嘅人啦。咁你话件事点呢，咁应该不了了之啦，即係拆掂咗㗎啦。但係个问题呢，而家咁样俾呢篇报道今日咁揭发出嚟咧，就好大镬噶！件事再上升落去咧，人哋可以名正言顺喐你噶啦。咁去到而家咧，下一步咧，其实而家个势咧，不论你头先讲到经济嘅问题，啲厂嘅咁样执法，对海外嗰啲啊，人哋嗰啲海外嘅日航嘅嗰啲人啊嘅禁制咧，第日蔓延咗落去咧，边个国家做得劲嘅？你澳洲做得劲嘅，澳洲人唔俾入嚟。加拿大人做得劲嘅，加拿大嘅人唔俾入嚟，咁结果咧，嗰、那个嘅叫话个封闭咧，嗰、那个天幕咧就会形成噶啦，即系嗰种喂全面闭关啊，系我中国唔理你成个世界，我嬲晒你全部人。咁现代军事上，如果佢唔会发动战争嗰个咧，人哋又冇人会打佢噶嘛，咪一路就咁闩埋道门咯，咁唔知闩几耐嘅喎。咁呢个第二样嘢啦。呢样嘢都好可怕，随住而家喂嗰啲咁多有钱嘅人润咗出去，如果中间有啲人系有影响性嘅，例如嗰啲咩马云啊、咩马化腾啊、Kelly Clarkson啊、嗰啲什么刘强东啊咩嗰啲，如果呢啲人有部分喂我要吓牵制住佢，甚至乎要佢帮我做啲咩嘅，咁系咪更加需要更加多嘅海外警察啦、啊？所以呢就算现在这样揭发呢，我跟你说这个编制是不会缩小的，只会越来越多。那而究竟这个大头佛会不会引爆到是喂其他人家觉得顶你不好，或者不只是 G20 峰会，是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叫做说面对面私底下去和你两句，而是摆上国际层面呢？今日就联合新闻网，听日会变咗系嗰啲，即系譬如话吓、啊、路透社啊、彭博啊，会唔会系嗰啲咧？会唔会好似我节目曾经讲过，咪2015年啊，跟住出篇文啊，又话你啊澳门啊洗黑钱地区又乜又乜，跟住搞到成个澳门鸡毛鸭血 ，eBay 用唔到 ，PayPal 用唔到，做 YouTube 系冇收益嘅，佢直接唔承认啦。澳门呢个地区，会将啲事演变到系啲咁嘅国际层面咧？咁啊，拭目以待啦。我觉得咧，战狼外交咧，免嗰阵你点样闹交，点样屌人虾头虾面嗰啲咧，嗰啲都算啦。你底嗰阵咧，事实上嗰、那个做法咧，系真正嗰啲国家咧，佢哋有自治权国家都唔会接受嘅。即系坦白讲，呢事发生咗嘅，系冇一个国家接受到嘅。所以究竟系个点样咧？睇落去啦，咁我唔希望係喺嚟緊譬如2023、2024再更加恶化，你再恶化落去呢大镬㗎啦。你去到有咩事嘅话呢，受害嘅唔止係你嘅人民㗎，你嗰班做生意嘅都死㗎。喂，如果大佬你出到去边度神憎鬼厌嘅，咁点搞？咁另外第二样嘢你唔好忘记喎，香港係靠咩维生呀？做金融啊嘛，喂，人哋去到恐惧啊，对你成个地方同埋你后面嗰、那个吓、啊、祖国啊，
喂，连基本嘅信心同埋嗰种即系叫做话基本嘅逻辑啊，佢都唔接受嘅时候，佢觉得仔总之信唔过啦，真系崩溃噶，系嘛？你澳门系做咩啊？旅游业啊嘛，系嘛？你去到嗰啲外资赌场喺度，佢哋觉得喂，大佬成个大环境根本唔受保护嘅，都死噶。即系你话而家你仲要积极谂点样拓展翻啲外国客咧？其实成件事咧系好大镬噶。你话诶、哎、分开啦，经济同政治唔好捞埋一齐讲啦。其实经济、民生、政治、军事，全部系一体嚟噶。你冇得话斩开，我唔理呢样，我唔理嗰样。好似你喺街边听到嗰啲阿叔阿师奶同你讲：，我都唔理政治啊，我哋唔系，哎，我唔同啲黄师倾偈。但问题事实上咧，佢系一致嘅，即系好简单。你个人啊，你今日有头晕身庆，你可唔可以真系完全唔理咧？譬如啊，你而家你嘅手，即系左手，你喐唔到喎。哎，先啦，我唔用左手，我净系用对脚行路，我净系用右手。其他正常咪得咯。喂，大佬啊，佢影响到你全身噶嘛？你唔好话左手啊，你试下脚啲脚趾啊，痛啊，你行路都行唔掂啦，系咪啊？即系譬如你脚趾弓咁样剧痛咁，你行步路都行唔到噶。所以而家咧好多好多呢细问题啊，佢酝酿落嚟咧，最终你话导致成个国家封闭，闩咗个 Skylet 个天幕。删咗之后嗰个问题点咧？喂，去到唔你有啲情况，你万一切断咗嗰个联系，就真系切断咗噶。唔系话因为我而家喂我要啊避住冲头，我大陆间厂啊减啊减人啦、啊，减产啦、啊，迟啲咧个情况好啲咧，我又翻嚟噶啦，我又挞翻着佢啊，到时又可以继续佢去先。你唔好等佢全部断晒，最后一根稻草都断埋嘅时候。先知死啊！咁啊，今日咧讲到呢度啦，咁啊，真系希望衷心大家多谢支持啦。咁另外咧，同大家讲一句，因为咧我要做执好多执手尾嘅动作啊。咁所以咧有时大家写啲信啊嗰啲咧，其实都有时睇唔切啊。睇咗我一定会俾个符号你，话俾你知睇咗。咁好似譬如有时因为凌晨你去到，尤其是而家有好多海外听众听嘅话，凌晨四五点啲人都仲系咁发信息嚟咧。其实就真的有时你看不切嘅，譬如你说七号早，其实很恐怖啊！七号早八点、九点、十点又有啲信息收到噶，去到下昼啊，去到譬如录音咁样，我直情系远离啊，因为咧惊受骚扰咧，录音还录音，咁我净自己实际系离开晒嗰啲收到信息嘅电话嗰啲噶，所以咧即系大家体谅我啦，咁啊希望大家亦都了解我哋成个团队嘅苦心，我哋系好努力嘅。我哋系挣扎求存啦，咁啊有乜嘢咁啊睇下听日啊几时翻嚟再同大家慢慢讲啦。咁另外大家见到有啲嘢，譬如好似 Sogo 执笠嗰单嘢，好多听众 tap 同我讲要讲呢件事，我会记住噶，你摆低啦。就算可能迟咗一日啊，迟咗有时加不上嚟，迟咗一日咁唔紧要嘅，第二日我会讲翻嘅。好，咁啊听日翻嚟，今日就多谢咁多位嘅朋友嘅支持，我哋听日见，拜拜。今日嚟到呢個火之神啊，咁啊阿朗哥阿鄧登為我煮咗你嘅係咪叫台長嘅呢個牛扒咧？我台長西亞牛扒嗱，咁我要介紹下呢、這個即係菜式有咩特別之處啊？第一樣嘢單手可以食嘅，單手都可以食呢個咁滑嘅牛柳，咁西亞牛扒咧，分有一比較得嚟苦蝦啦。仲有啲味蛋咧，係牛奶啊，非常非常之滑，冇完全冇澱粉質嘅。咁咧就除咗呢個之外咧，仲有面豉湯啦。咁啲味菜咧真係需要非常非常之美味啊！咁大家嚟啦，跟住落嚟啊！
一定要點呢味台長西冷文化啊！多謝大家支持港哥同埋支持梁錦祥風藝室同埋佢嘅節目，多謝大家。大家記得訂閱和支持司徒文俊頻道啊！